这场 PK 打雪山，好，果然上国标了啊！胡椒哥的一个首秀啊。那么阵容呢是一个龙大行女儿国标啊，对战方呢是狮驼神木啊，是女儿盘武装盘丝吧？啊，武装盘丝狮驼神木啊。啊，主战方那边是国标，阵容上面其实还可以啊，有一系列的克制。善恶清神，对面也是善恶，对面呢开场点杀观战大行官府，开场是要点大行的，因为双峰这种打国标这种大行必须得点，不点大行会，那么观战立了个盾也是有防点上，在意识到对战方上的是这个二幺这种情况下面，这个保一下大行也是正常。看一下这一波，这一波主视角这边，女儿村贝洛花、啊、不能动，然后盘丝不是这个地府，看光辉要补一补啊，光辉放下前期基本上也只有这些操作了，前期没花招啊，应该也不会直接小死亡挂吧？好、啊，对面直接压上气了，断力大行的一波回复，但大行血量并不是特别健康啊，没有给，好、啊、奇湖灌顶加了1400血。防了一个禁疗，应该是这个是一个防禁，这个是一个防禁疗的一个操作。对面士多林飞过来，数据还可以，第一把飞机嘛已经不错了，那再配合善恶继续压制观战大王官府，应该是胡椒哥是谁，新老板，紫禁城的新老板胡椒哥。这群英族的冠军被我们看状态啊，女儿也是被点死的，对战方反过来点杀女儿村了。雪山这打法的话，紫禁城要扛住，慢慢的组织自己的进攻节奏啊，组织自己的点杀才可以。那如果你对吧扛不住的话，可能对面前期的进攻会非常来得非常猛。点死对面一个单位之后才会对吧，这个压力才会减小，这个面伤压力才会减小，关键是怎么样去点啊，对吧，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女儿金星啊，看看这一波有没有机会。因为盘丝在面对女儿金星的情况下面，刚落花岗给过了，只能给个禁疗啊。好，瘴气啊，没有许选择给金疗，怕金星进不上直接挂掉了，还是害怕你金疗的。您看没有着急去点，女儿顶到大金，哎呦，长神2700正好是破掉长神。感谢橘子哥赠送的星河璀璨之石，感谢橘子哥啊，感谢我们橘子哥的星河璀璨之石，感谢。那女儿要补宠啊，还是要去活血啊，和尚人心目前只叠了一层。对面狮驼林有飞，可以找机会贴一下女儿村啥的这些操作啊。好，和尚断你的一个
先立盾了，女儿村还是没有出宠。好，贴一下女儿村，这个是有必要。趴在对面神木，对啊，神木零秒，石头领飞，不贴的话，女儿可能站不住。好，也是其他啊，辅助状态。三叠啊，再清这个，估计是善恶。后面对面招出来可能全是善恶，啊，肯定是要打压制啊，对吧？你女儿大行这两个点，这国标阵容当中这两个点一旦被压还是比较难受的。善恶打了1700有盾，干不动 ，OK， 没死。这把和尚被封啊，场上。和尚被封啊，先出个高速啊，配出这个怒吼的可能是个，配化身速度的钱，也不一定啊，可能是法王宠也不一定啊。金星可以，这手金星很秀啊，非常舒服，解掉了女儿村的，解掉了一个落花。这样一来，随着地府的这把金星啊，状态肯定是能稳住了，因为女儿村现在有盾啊，血量的也基本健康，法师也是起个密论。好，把宝宝清的差不多了。对面现在只剩一只法王宠，一个孩子，还有一只狮驼岭刚招的宝宝，那么就证明对面的公宠输出现在是不成型了。那么稳住自己状态，组织进攻就可以。这个是可以。也没多大的花招。愤怒来的还是有点快的，飞机上还是可以的。风卷，我操！一波面，一大波面伤啊！血量太惨了。看这把法莲，我操，有命！可以，但本身点不死，有善恶的补刀应该也没问题。善恶善宝，避雷。啊，有一只恶宝其实就能点得死。大唐可能也要翘。好，一丝血赞助啊，发财。这样点死狮驼岭之后啊，八回合有灵元可以延长啊。对面狮驼岭这个输出打不出来了之后，主视角这边压力相对来说偏小一点，和尚可以缠住推啊。碎玉弄影控盘丝，不让对面盘丝给金疗啊。和尚缠住推了，应该缠住推了啊。地府先读一口，你没封武装嘛？对啊，你没封武装，你武装怕被封啊？和尚怕被封的。好的，顶个大金，并没有。那么宝宝还神了，可以。那么现在状态很稳，石头灵一死了之后啊，非常稳。延长也没给掉了，赌了一口血，一二三，这个两回合再延，延到一个下回可以延到一个五。那么场上有法王宠在的情况下面，应该是先延啊，不太可能会去直接点啊，应该先延。好，演掉了。石头岭这个点就牵制住了，还是很有用的。
叠一叠，质量宝宝可以，红尘杯小个叠。也不飞，四回合，那么还是要组织进攻啊！就是狮驼岭，他只要就保证狮驼岭，对吧？狮驼岭跟神木林挨个倒地就可以了，就是你狮驼岭起可以起来，但你神木林得倒。啊，你神木林起来了，狮驼岭得倒。哦，挂盘丝了，可惜没中。对面渡劫保了神木林，嗯。其实点神木呢更明显一点，对吧？感觉点神木林其实对吧，很明显。但是紫禁城这边也是选择了不这么明显去点神木了，对面神木还立了盾的，点上了盘丝也可以。只不过没中小死。那么这波进攻呢，观战大唐是休息，法系可以继续群，女儿村呢可以去封一下对面的武装啊，封武装。你封了武装之后，那盘丝是被封杀了哦，没有，下回合封盘丝还能点吗？对不对？好，飘中武装怪，善恶也不压实体系，对面有长神啊，没压住，善宝了。盘丝起来，起来，打呀！他找找机会，找落花的愤怒啊！连落花愤怒都不够，刚死过。石头林起来了。再飘，好，女儿血量是饱满，化身人心再叠一叠，抓一把，想抓死，没抓死，被弹假了，被对面活上来，起来直接拉地听，很直接，狮驼岭平大狼平砍，漫天，可是对面活血已经活上去了。对，这听呢也是压制一下紫禁城这个时候的一个进攻节奏了，这是真进攻节奏比较好，压制一下。这听速度不够快，肯定比那些法防慢。善恶压，善了，善了，我操，压不死啊！这他妈玩毛！这个宝宝顶血很专业啊，就人间开了这化身号啊，这个宝宝一直在顶血，看到没？大狼现在两层漫天吧，应该是两层龙打风，两层足够用，其实不点也没关系，伤害肯定是足够了。因为龙阵打风阵本身是一个小克嘛，加上阵法的加成，再加符阵的加成，就有23%了。这两把漫天33%，33%的加持对于大狼来说足够。
可以。可以。陨石还是要削，他这个主要还是牵制一下，主要还是牵制一下这个紫银城的这边的点塔节奏。大唐还是被压死了，那么别的单位点还是站得住，只不过大唐压死呢对紫禁城的进攻还是会造成一点影响。象形的点上起来只能立个盾，拉起来只能立个盾，先立盾再说，因为要点是不可能点，点不了了。对面是考虑到没变身了，反正对面这样能这样死呢，其实对于紫禁城来说是很舒服的。打国标阵容，你知道单位点让你越来越少，早就已经退了。电话，我老婆电话。啊，狮驼岭已死，盘丝已死。那么观战地府现在灵元还有一点，刚获得一点灵元，还可以聚挂。其实啊，不要紧，点上可以聚挂，无所谓。衔接起来，连贯起来，点上连贯起来。飘化身中两个啊，这把飘舒服了，开化身大死亡，顶一道地府没挂小死出去啊，对面变身其他开化身干嘛呀，宝宝也飞，脖子压再来恶爆，可以。这打法真的，其实你会发现这次冠军杯紫禁城的整体打法跟以前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对吧，就是点人进攻啊，就其实没别的花招，就是无限点人无限进攻。风格 PK 风格还是有点区别是吧，好小死再挂，你看又点了，不宠我随便你，这 该上战，这把还好是罗汉了，这把要是金青那就很伤，罗汉还行，神木林肯定死了，扛不住的。好，对面世博开始买三恶，幺六三了，已经出了。冰川冰宠神佑发财三叠破幺六三，死了。
很舒服。我们接下来对面盘丝可以起了，拉起盘丝出宝宝，对，出宝宝。对面间歇性舒适开始间歇性的倒地了，那就这节奏还是掌控住了。对面是雪山啊，对面雪山，你看，等到这个对面人物单位开始持续倒地的时候，紫禁城这边血量完全就是，对吧？没有压力的。当对面双输出成型，他一直出手的时候，紫禁城血量是有压力的。刚才差点，大行一波面伤，大行直接被带走。国标阵容打对面的阵容就是要点，就是要找机会点，挨个就输出器挨个点，点完狮驼点神木，点完神木点狮驼，小死亡再挂海点，大行休息了海点，无魂了化神，对面活血了盘丝，没有管狮驼岭，那这把点杀又要成功了啊！发财，控掉盘丝的一个血线啊！对面狮驼继续买宠买善恶，买一送一啊！上了一只 OK 啊，又死了。那么下一把就直接双岩了，因为是三跟四嘛，小死亡三回合四回合可以双岩了。仅仅是丢了一个无魂，就一波无魂，让对面化成舔一下子，是吧？舔一下子活血，他还是怕活血活到狮驼岭身上，因为你活了狮驼岭就，其实预判了就是活盘丝啊，活上端保上端啊，狮驼岭那点也不送。好，无字经啊，没有中，对面丢无魂了，和尚可能会轻轻受啊。我操，两无魂没中，胡椒哥地府就是很有意志力啊，意志力非常坚定，两无魂没中啊，岩出去啊，造成了一个双岩地停啊，这个节奏衔接的非常的好啊，这你看这节奏哈、啊，是不是双岩里的双输出啊？然后直接两地停啊，一个小塞顶上台地丁血量，进攻的连贯程度还是可以的。卡住了，两个地厅出手是肯定出手的。对面不会出杀人力劈的，不要担心这五号杀人力劈什么东西，没有杀人力劈。这种比赛对面也没地府，他出杀人力劈也没啥用，其实。水清简易十级，不是我电脑卡，两地厅都出手了，应该是。那雪山肯定也是要金兽云齿去削嘛，金兽云齿是最，对直接两道的东西啊，防止盘丝用幻境术啊，金兽云齿削一只，盘丝应该是幻境，好幻境。好，醍醐灌顶，保定出手防止抗风啊！这只先出手，秒孩子，
顶了一个大金给盘丝，上端顶顶血，大死亡顶碰上线，誓言战敌打起，双战敌，看这敌兵怎么说。还行，有一定威力，但是不至于毁天灭地。法莲化身扛不住，有点1600，还有2000和尚倒了，5000，吸还吸不了，下回和尚起不来的。盘丝600，再来1200。我转虚迷了，可能都啊。这随车打还是非常，就节奏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别的不谈，谈那个节奏感还是很不错的。套法现在没封中啊，对面换阳护要拽起化身。疯狂顶一波大金给两个上端。冰了盘丝，宝苗没有全更啊，跟武装，跟他盘丝不就不香吗？好，全力力劈。蓝色的罗汉投出来，武装是被封特技了，观战地府金青。没了没了没了，抬走了学生。太倒霉了，和尚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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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场上宝衔接不了，狂吸，人心推拿全部搞掉，没有人心了，那怎么打？对面神木林和狮驼岭倒是有把进攻的啊，狮驼岭有把飞，神木林六层风铃风卷，对面任性的小波已经是10回合大死亡，10回合小死亡。好，小死挂。渡劫金身保全力，拉起狮驼，哎，去亲这个宝宝。师伯贴一下，买不了。皮法系，我操，163了。这波玄妙很凶啊，你看，但不过还行吧，无所谓。哎，不要善报啊，恶报多出几个。换女儿村，女儿村肯定要换。那被封了也没什么事干，对吧？直接换就完了。啊，就现在 PK 他们打的真的是感觉异常的暴力，对吧？啊，就压人啊，全场开始就压人，要么我死，对吧？不是我死就是你亡。宝宝爱亲不亲，对吧？无所谓。啊，天地。
舔了和尚青，还解掉落花。我操，合击啊，破血 OK， 法系持续群就行。力皮杀法系163出不了了吧，这再163报警了啊，群起来。三恶，三恶也是怼的势头，应该是点拉了，对面也是飞啊，还是贴这个权力，这权力速度挺快的。飞机有提气，这波飞机还挺痛的啊，飞女儿飞了一个7000，反正死啊，狂袭了，点了狂袭的经脉，反正没死，剩一点血，飞完再死。大行也有巨剑，线队没人心啊，回血很难回，没有人心上线很难回得上去的。谛听秒死化身的时候感觉对面就很难扛了，因为无剑秒死化身之后，化身这人心必须得推掉，要不然你这肯定是被直接对吧、啊、起来吸收小子直接死的。碎玉弄影控盘丝，防止盘丝进疗大行啊，套了法系中，好，小死挂盘丝巨剑，应该是活了武装，你活谁都没有用啊，缠住腿 OK。巨剑，一定是巨剑，6800，一点零的巨剑斩6800的伤害已经很高了。对面现在狂点化狂宝化身，有大死亡挂不中小死亡，哥们点挂的神木林吗还是谁破甲啊、两上端全部倒地，那么直接点化身了，贴了一只1700、2600，再来3600，砍掉这个权力，荆棘舞尊重一下，十回合大死亡倒地，没有给群秒点，群秒点有点不太尊重。风宝宝，防出阳护。小死挨个挂，石头灵感觉这时候一个人飞也没啥意思，很寂寞啊，我还不如试播青金宝宝呢，暴击爆了一个5000，换虚啊，石头灵天地也没了，结束。乐哥说什么了啊？我没截图一下，看一下，说什么了？很有气质啊，很有气质。这种 PK 的压制性啊，就是这种，对吧？对于这个 PK 的这种掌控能力、进攻的一个节奏感啊，还是不错。我在看 PK， 我很认真在看 PK 啊，没看到，好吧，不好意思啊。说什么了？啊，乐哥想拉屎吗？拉屎那厕所我这怎么办？哎呦兄弟，知道说什么吗？说截图一下，
我没看到，我在看 PK 啊，我对这个 PK 已经沉进去了，对他们的进攻我觉得很不错啊，已经进入到这个 PK 里面去了。谁在开号？小风人间，还有那个乐哥，那个那个呆头呆脑那个。欢迎大熊总啊！欢迎西栅的大熊总啊！欢迎大熊总来到直播间，熊无敌啊！二狗啊，不放假了，二狗。对面现在沉迷青虫，无法自拔。沉迷于青虫啊，无法自拔。能无限倒地吗？放下二狗，放下了，放下了。弟弟出手了，收割。结束了啊，还行啊，紫金城这一场拿下了也算。